2017年第33题啊，咁呢度咧同大家温翻一个概念先啊，就系如果你有条线，假设个 slope 咧叫4嘅，跟住佢个 y-intercept 咧系-5嘅，咁呢条线嘅 equation 咧就系 y 等于4s 减5啦。啊，咁而家嘅情况差唔多嘅，而家就系俾咗 y-intercept 咯。啊，咁但系咧留意呢度系 y，所以就系 y，但系而家系开方 y 啊嘛，咁所以我哋写开方 y。咁 slope 系几多啊？slope 系打直除打横，即系八除四。咁 slope 咧系二，咁但系负数，所以加翻负二落去。因为 slope 跌紧落去嘅，负二 s 加八啦，跟住 expand 开佢，即系 y 等于八减二 s square，所以 y 咧就等于64减32s 加4s square。咁所以咧个答案咧就系 C 嚟嘅。